我终于找到我做骑行自媒体真正的意义了。在评论区看到了这样一条评论：我是一名重度烧伤患者，每次痛苦煎熬的时候都会看你的视频，这样就觉得时间会过得很快。哥哥，谢谢你的视频拍得这么好。首先谢谢友友对我的视频赞赏与喜欢，也祝你早日康复。我去你的主页看了一眼，真的，你现在是你最难受最煎熬的时候，加油，坚持住。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完美，相信你战胜病魔之后一定会迎来好运连连。还有很多朋友总是打开视频说卡，那是你们在第一时间就看了我的视频，系统还没有缓存好。如果发现你的手机卡，不是网卡，也不是手机卡，也不是视频卡，是系统正在缓存，抖音需要整理一下，然后你们隔20分钟以后再来看就不会卡了。今天我们继续向辽宁老家出发，我现在距离辽宁老家还有1070公里，出发。对，就是玩搞抖音的。你是哪里人？辽宁人。你可上河南的？我准备回辽宁老家了。啊，从河南回来的。啊。够用，够用，够用的了。嗯。不过你这个自行车，爬坡的时候得是这种是吧？我用这个绳子拉，爬坡骑。它等个是，你这个就是在平常路上，要有水的话，它不管是什么，你要水吗？它速度慢，就跟走差不多，它甩不起来。哦、你这直播着的？没有，记录视频，就是记录我在一路上发生的事儿，然后发到网上。这后边这个轱辘其实用了更大。可以带小的，带那个不是带小的，是带细一点。小了轻。细一点，细人板凳。就先蹭会儿骑吧，快到家了。也不知道我的腿今天能骑多远呢。没吃饭，买两根烤肠吃。老板，你这烤肠多少钱一根啊？1块钱也给我来5个。我把车靠边啊。这是给别人做的，老板呢？啊，你这个煎饼是给别人做的？没，不是，啊，就给我卷就可以呗。可以。啊，好好。煎饼多少钱一个？3份。好好。价格可以吧？好好好 ，OK OK。这儿不用煎，我们这收口酱。啊哈，收口酱。好吃好吃。
这路上也没什么好拍的，送给静宝一首歌，祝你早日康复，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。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，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，像飞舞的声音，像天使的翅膀，划过我无边的思量。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若生命直到这里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若生命直到这里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我今天选的这条路，路边连个超市都没有啊，渴死我了。这条路没选好，骑不动了，推会儿。想找个商店也找不到，这全是卖钢材的。我现在好像附近有个飞机场，飞机场这里也没有商店呢。我感觉临沂市好大呀，其他的市我记得走聊城的时候，我一天时间从北头到南头
感觉没怎么费劲儿。这临沂从南头到北头，我这咋感觉这么累呢？临沂应该在山东省来说不算是最小的市，好像比较大的。现在已经骑行24公里，这块写着有公共卫生间，但是我没找到。我为什么停留在这儿呢？这块有个小广场，挺好。这停车多好，这一大堆车都在这停。要是这没有厕所的话就费劲了。哎，多安静这块，多漂亮。我看看哪有厕所，就在这吧。哎，多好多好，阳光明媚，正好现在还早，晒晒被子。这小广场附近有个超市，来买点饮料。车里还有点榨菜、挂面，还有老乡送我的那个梅菜扣肉，还有点素毛肚，今天够吃。然后咱们明天接着走，明天好像有雨夹雪，但是应该是晚上下，我白天走点应该没事。后天还是雨夹雪，后天雨夹雪，但早上就晴了，所以说它不影响我赶路。这几天就慢慢走吧，今天骑的不多，24公里，腿有点疼。刚刚问这个超市老板，我说这一块写着有公厕，公厕在哪儿啊？他说就是往火车站那个交叉路口那儿，那离我现在也没有多远，大概也就是1公里。今天走的这个路好像工业园比较多，这轮胎上肯定都是铁磨的。看这家伙，瞅这家伙，这一路上这要是小轮胎啊，早都报废了。看这大铁细轮胎，一天扎好几遍，还好我这个。这是外边这根胎，里边那个胎我估计更得多了。看看那边那个扎什么样，这边是不是剪铁剪的就更多了？还好啊，这边这个就是石子多一些。好家伙，这个可真厉害了啊！大家看看这藏了个什么，螺丝钉。这螺丝钉它不是立着放的，这扁着进去的，是不是我命好？看，这么长。这家要是立着进去，我今天就报废了。没招，就是命好。哎，嘿嘿嘿，这一路啊，全都是修车的、卖车的、五金店，很少有超市。所以说这铁钉子我一拆就得多。啊，这根挺好，就这样。
再检查一下自行车呢，再检查一下自行车看看好不好。自行车还好，自行车薄，扎上基本上是漏，不会像那个后边的轮胎扎上就在表面扎着不动，这一扎就进去。看看后边胎，哎呀，这条路全都是工业园呢。还好，没事，运气好。我昨天做的饭还剩点，不知道能不能坏，今天就不做了。昨天吃的这个还剩一口，然后再做的话也费劲。然后我刚刚买水的时候买了一个鸡腿，一个鸡腿配上这点饭，如果不够吃的话再弄饼干，然后今天这顿就搞定。刚刚我又翻出来一包香肠，够用了，这些划拉划拉就吃饱了，明天再说，不能把太多的东西放到车里。我从辽宁骑到安徽，又从安徽回来。现在有收获吗？现在有没有收益啊？啊，有收获吗？有收获。哦哦。一天能赚100块钱。哎，牛奶行啊哈。看看天气预报。啊，说到明天有星期四有点小，我看不准呢，这不老公。隔两天一下晚上晴天，又隔几天还下。我也不等他，我就天天走。我觉得不可能有了。都下多长时间？下一个月多，十多天了哈。我感觉也是，马上都种地了。是，不可能有。